英雄联盟 Carsa 现身 SM， 再加上已经签约的阿水，网友大动作。今天 SM 俱乐部当起了主角，疑似已经和阿水签约。下图便是阿水的签约照片，虽然被打了很多的马赛克，但还是有细心的网友发现，从窗户的倒影中可以看到墙上挂的便是 SM 的队服，应该是了。随后 SM 又开始搞事，放出了 Carsa 的照片，一开始盛传 Carsa 加入了 TES 战队，不过在昨天 Carsa 现身粉丝群否认了这个说法，现在又该怎么说？ RNG 的 Carsa 和 IG 的阿水走到一起了，想想也挺有意思的，当然还要等正式的官宣，说不定人家 Carsa 去 SN 就是想会会老朋友呢。 Maple 和蛇蛇他们都是从闪电狼里出来的，还有他们还都入选了周末的全明星，现在碰面也可能是搭班一起去海南，憋吧，看你们还能憋到什么时候。不过还是很期待 Carsa 阿水和蛇蛇的组合的。